张小元，我说过你跑不掉的。小姐，您醒了。徐特助，太好了，醒了就好。父亲知道你们的事儿了，他已经从国外赶回来了。我们？我和谁？霍先生啊，您忘了，您和霍先生困在游戏舱里足足一个星期才醒过来呢。霍博宇，他醒过来了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不是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霍先生还没醒呢。再说，咱也得听医生的话，好好静养一段时间，对吧？咱有再着急的事儿，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听我的话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您啊，先好好睡一觉，我给您准备午饭去。是跑不掉的。张小元，我说过，你跑不掉的。除了身体上有几处软组织挫伤以外，其他没什么大事儿，算是比较幸运的了。